我做 DJ 几乎跟我写书一样久、欸、对、啊、20到现在27年，你现在还会去夜店放歌？现在还偶尔还会、啊、可是你写书不是从小就开始写？对啊，没有，你书写过多了耶。战斗的大地是我19岁的时候出的、啊、哦，那不是从小？哇，你看你，对啊，19岁还不够小、欸、你怎么还知道那本书？不是因为你做功课，你必须说，不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会买很多在国外留学啊，小留学生啊，然后或那边在国外父母的那些书来洗我的脑，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太确定我要不要出国嘛，然后我妈就会买很多那种书给我们看，然后说、哦、好像在国外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然后那时候最早期就是有你的书，还有一些是在澳洲的留学的小朋友的书嘛。OK， 然后就说哦 ，OK， 在国外好像也蛮酷的。所以他们是写的好像人生在那边很爽，是不是？大部分都很爽。可是有时候就是要看是谁写的，就是如果是爸爸写的那些系列的话，跟主角本人写的那角度就差很多。对，那是为什么我会开始写啊？就是因为我爸一直在写我的故事啊，然后我就觉得 it's like one side 啊，对，然后他写的东西就从他的角度看到的东西，从他的角度，对、啊，怎么样？你最不满的是哪一种角度？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会讲成一种，你知道，非常 lesson， 呀呀呀呀呀，然后又讲成好像写成家书一样，你说亲爱的儿子啊，什么什么，今天如何如何如何，嗯、甚至有一篇他在讲说 like we're painting the garage， right，、嗯、那个 garage door。那他就在问我说，哎，那你对女生的什么感觉怎么样？反正就是那种 father son talk， right？ 然后我就说啊，反正腻了就甩啊，然后就这样啊，这样不行啊，然后就开始写。OK， 这个很intimate啊。对，第一，他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他就先已经写了这个 ，right？ That's besides the point。然后他写腻了就甩这件事情。我其实那个时候他没有真的去问我为什么会去讲述这个、嗯、是因为我在那时候我15岁，我喜欢的女生都不会喜欢我，就 out of your leagues， 就是 a little bit like always lik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or something， you know， 就是 yeah yeah， 所以 come on man， 对，我到大学毕业才交第一个女友，我对 I can say whatever I want， 我都喜欢拉拉队的白人女生队队长这样，哎， you know actually， 我是 Brooklyn 来的黑人， which one， you know， oh really，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you never told me。我真的交过一个 Brooklyn 的黑人，他住在 Bedford-Stuyvesant。Is her name Shanane? Not Shana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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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Shanane. She got the no. Shaniqua. Oh my God, Shaniqua! Dude, you gotta get yourself canceled, man. Oh my goodness, right now. Shoot, man. 哥哥叫杜宽。Not kidding you. 我那时候能够跟他 dating was like 很厉害。因为很多的男生都在 like, they were all sweating, it's fine, it's fine. It's fine. 没有，他是混血，他爸爸是白人。OK， 然后他长得很像，那个时候有一个女明星叫做 Ray Dong Chong。哎，反正是一个你们等一下，大家好，大家鼓一下，大家鼓一下 ，Ray Dong Chong， 哎呀 ，That's like a black name， it's a mix， she's a mix， Ray Dong Chong， but that's the actress， okay okay， that's the actress， 是那个女生 ，Ray Dong Chong， yeah， anyway， 这个女生她的名字叫 Nina， right， 她是白人跟黑人的混血 ，OK， 那个时候我可以跟她很正，她真的很正，那我那时候我可以跟她交，you know， 我可以跟她交往，已经算是很多人已经觉得走路有风。对，我在学校走路有风，哇！不过我永远记得我跟她一起搭 subway， 然后回去她家在 Brooklyn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 Bedford-Stuyvesant 是全黑人 ，right？ 就是你过了，就一进入到 Brooklyn 的时候，突然你会发现车子上面的那个 subway car 里面白人全部都咻就不见了，就全部都剩下就只有黑人。然后我再跟他一起走出去，经过他的那个 neighborhood， 就全部的黑人，在篮球场全部黑人、啊，然后终于把他送到门口那边。我再转头，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真的是在篮球场哦，有一些黑人他们真的把那个球就放下，然后都全部看着我。你觉得你长得不一样啊？就一群人全部看着我，没有，因为他们看到，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女生，她在那个 neighborhood 直接也是 you know, 是有名的，对，哦、是个花，这个 对, 对，所以 neighborhood 之花居然被留学给摘了。然后，喂，你那时候多大？It's so fitting that you're wearing a Bruce Lee T-shirt and
I'm telling this story. 然后再戴 Yankee 的 hat. 你有想过这整个的 It's so fitting. 我绝对没有想过今天的访问竟然会从这个故事开始。但我觉得超酷的。这是高中时期，高中可是你那时候送他回去是就是 you know, being a gentlema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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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送他回去。可是你不觉得你送他回去他反而要担心你怎么回家吗？我跟你讲。对不对 ？That's worse than Shaniqua。其实真的不骗你，我当天后来我真的上那个捷运，不捷运地铁，地铁 subway， 我回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两个就真的就盯着我看，嗯，你知道，我不晓得他们是 follow me， 因为以前的 Brooklyn 那边真的就治安真的不好。Right, 然后呢，我其中有一个他马上他要下车之前他就过来，然后他就突然这样，哗啪，直接打我 ，Oh shit， 他打你呀，直接 no。Second word 就直接啪，就是一拳就打我脸上，然后我只是看到冒了星星，因为他完全 come out of nowhere， out of nowhere， 然后呢他就出去，然后他的几个兄弟也就出去，他们就站在那个外面，他们就在等我，他们就看说 come on， 看你要不要怎样。 对在那个 moment， 因为我那时候我真的我 I was in shock， right， 然后我看到他们几个在外面，我也知道我出去要死定了， right，可是我真的我也吞不下那口气，嗯，然后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黑人的老头，他就过来，他就马上就冲就斜对面，他马上过来，然后就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说 Don't bother with them， OK， yeah，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他说 You're bigger than this， 哇、wow. 变成一个 lesson， 没有，可是有点感动了、欸、有点感动、欸、it's true story， yeah yeah。哇、wow, wow, 那你后来你还有再送的女生回家，或是你们还有 date 吗？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再送那个女生回家。我们还有 date 一段时间吧，就是后来就可以这样，我再没有了。You take me home. They come to Flushing, you know, got great food there. yeah, 欢迎到法拉盛，巴巴 supermarket. 可是你那时候跟他交往的时候，你有让你父亲知道吗？有啊。他有写成故事，他把那段写成故事。有啊，他还真的有。可是 他真的有，他是黑人吗？他知道。Oh, OK， 因为我还把他带到家来。哇，哎 ，then they were serious， 是正式的关系耶？没有没有，因为那个年代吧。Okay.没有没有，其实带给你爸看的，我们哇靠 ，no， 不是带给我爸妈看，因为 you know 在美国长大你也知道嘛，其实有朋友过来家里面是很正常的事，嗯，有异性朋友过来家里面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因为你是华人家庭的 ，right， 所以、嗯、其实后来因为我自己就是在那个方面我有点迟钝，我还是那种属于那种美国脑 ，right， 那后来他们也对他也很好，也很礼貌 ，right，、嗯、可是把他送走之后呢，我父母亲就跟我说。即便我们接受 right, 但是不要忘了你是生活在一个华人社会里，这件事情我非常受不了，我为这件事情我甩门出去、嗯、然后我来找公共电话去打，哇，公共电话 yes, yeah, 那个年代连 flip phone 连 flip phone 都没有 this is like freaking karate kid days right this is like okay, yeah, 我刚刚很专心突然听到一个很奇怪的资讯天哪还要投 wait sorry 要投 quarter 要投 quarter 那是 quarter 还是 penny 的时候 oh that's quarter penny oh my god you're horrible 而且美国没有电话卡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要对对对要投那要投的，所以为这件事情我生气了很久，很多年之后，我父亲有为这件事情道歉啊。对，他说 I should not be like that。他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我妹妹出生稍微再大一点之后，因为他说他现在能够感同身受，说如果这是他的女儿，而他今天他的女儿去别人家，然后别人的爸妈这样子说的话。他会多么受伤？你不觉得爸？所以就是那个 ，you know， 就是要在生活中有那个，所有人都要生女儿，然后才会发现说，哦、oh, ，I was an asshole。You gotta， you know， 因为你男性有女儿，就是说这 Aaron 有女儿，有女儿的时候都会想说，我有女儿。Oh、God, I think I realized that long before that 。可大家就会开始反省，说我人生中做了好多事情不该做的。Exactly， it's a karma， you know， 就这个时候他就是，Everything came back。